被骗第一次，还会被骗第二次吗？对，我将将，我们要去跟踪一下明日之后新手村的路人到底都在做什么事。好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新手在跑过去了，跟着他走好了。他怎么跟小兔子一样跳来跳去的？等等等等等等，他停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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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故意贴，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他看到我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我先躲在箱子后面。他过来过来了，过来了过来了！哎哎哎，别别别！我今天只是想要跟踪，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发现我。过来过来，我先跳上去。嘿嘿，没有发现，他是绕圈圈的。哈哈，哈哈，他居然没有发现，还有丢东西给他。哦，他来找我哦，找到没？哎，等一下，他想干嘛？那也没看到我，带走了吧？我先躲在这边。哎，有有有，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！哎呦，哎呦哎呦，哎，不行，不可以，先找地方躲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哎，想干什么？绕圈圈，哎，我看看怎么想办法躲到草丛里面去，绕一下。哎呀，过来了！哎，好难跑，等一下，我躲在这里看看。哎嘿，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哎嘿，不好躲。哎嘿，等他过来，哎。吓一跳，我想说过来之后可以躲到另外一边去，然后躲在草丛，你看不到我啊哈！欸，你看不到，你看不到，欸，我在这里，四个问号，啊，看到我了，快走，太好笑了。棵树欸，那棵树你看不到我。哎呦，我要躲上去。被骗第一次，还会被骗第二次吗？真假的？被骗两次？不在树那边呢，啊，有事哦。2 hours later， 发现了，现在发现又太晚。你追不到我，你从左边过来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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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带你去玩呐，好不好？上车啊，上来上来上来。哎，不对。我突然想到一个梗，嘿嘿，带你去好玩的地方哦，非常好玩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加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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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车不见了哦，嘿嘿，泡水啊，60秒 CD， 嘿嘿，好啦，新动作啦，跟你玩一下啦，哎呦，跟我配合，要害羞，哦，呵呵。好喽，再玩一次，没有进去，他居然下来了，不能被骗第二次哦。为什么人跑下去了？他卡下去了啦，出不来了，拖着走。
够，哎、欸，不够力哦，我先往后撸一下。哎呦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上来了，是啊，超简单的，脚踏车也可以。耶耶耶，走吧，上去，上去。哦，风景啊，风景，这风景超好的。来来来来来，这里，我在这里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赶快上来，在上面。哎呦，没有，你在上面。回神哦。哇，这里风景超好的。哎，我来背你。啊，我要来玩这招了，来吧。上来，哎哎哎哎哎，过过了，刚才那个是没关系，背高高。走，上来，带你下去。喂，给他解一下任务，耶、yeah, ！任务解完了，哇，熟练度98的，哈哈，好啦，跟你比个爱心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喽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们的这个企划呢，欢迎留言给我。那之后呢，拍更多这种类型的游戏。先这样，各位，拜拜。无论社会的多榜，刻意的模仿只会坏的分享。我出点平常，注意的形象，黑的非常不当。我天赋怎么个特殊？轻浮记录心境，接了 flow， 记录了艺术的天赋的密度，还记得我跟你差距多。不如半个人，趁自己战胜。位置还没站得稳，被新手 rapper 干的，肯做的点，其他都不会说，别人被他玩的真。他先不嫉妒我，先不嫉妒，帮你画三个粉。